就不好意思跟你讲而已。两叶子，两叶子吧，两片干。两片干。好好好，两片干啥我的。今天再炒肉，这个还上去了是吧？两百多，随时换去。炒肉就炒肉了，无所谓。炒面，两份肉丝炒面啊，辣椒不要了，微辣。撒点葱吧。拿过来，你给我。后面是炒面吧？在后面坐吧，没意思知道吧？我会给你排个队，下次来的老板给我排个队，我要吃饭。拿到餐厅去吧。老板的东西都连自己的东西都不知道在哪里，还怎么混？都不是，你只是大意了。给你少放点，等一下啊。这锅出来就到你了，你再赶我也没办法。人家在你前面来了，我怎么办？肯定，我尽量快一点，我也急。你们俩一起出来多好。放心，很快，老板也赶时间。味道绝对给你炒好啊！你车子靠边一点，人家汽车走来走去的，对，往我这边靠一靠。汽车走来走去的，碰到不好。我再去年给你报一下，轮椅再给我去年报。